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怎么是这样的区我这是我在卫星地图上发现的一个点，然后昨天我晚上不是过来探钓了一下嘛，10分钟之内上了4条马口，但是昨天因为太晚，所以也就没有接着钓了。但是今天发现自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我们把所有的杀气都带过来了，看全套的飞蝇钩，各种虫子、飞蝇、小蜜蜂、马口杀气，然后这个是银甲虾，这个幼鱼效果也一流，还有各种的亮片，今天就要给它钓爆箱。改装成功，牛啊！哇，可以啊！待会儿鱼直接从这侧边扔进去好了。我这个改装很赞吧？改装非常牛啊！我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用法，手工鬼才呀！铲一铲。那有了涉水库之后，觉得牛不少，觉得全地形通过率100%。我感觉到我那种必胜的决心和气势了。有拍出来吗？一般有这种气势都会打龟。张嘴来人！咱们从这里往桥那边钓吧，那就钓下去，没有我们就再往下游走，这样扫一圈喽。好的。那昨天我就在这边钓了4条巨蟒，而且他用的是踩点亮片，我用的是瓜子亮片，两种人同时手，看哪个中鱼率高，再给对方换。中了，中了！我拉拉拉回来，回来！老公，你快救救我！拉拉拉拉拉拉拉！中了，我。有，你先拖一会儿，我贼大个，而且不是马口，我想好像不是马口，我操，好大个，棕色的，对，你是柳根啊？哦，有可能是，但感觉是圆的。可以，今天看来口还是不错的，至少还是有戏的。中了，这么快，上岸上岸，走上岸。哎哦，挺大挺大。刚刚跑那条也是毛飞，是这个颜色的。哦，它也很漂亮哎。很漂亮，挺干净的。而且打的这回挺直的。嗯，看看第一条，竟然是个罗非。啊，我正常，我不就只能钓罗非吗？中。啊？又中啊？这么快？这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，你提，你直接提一下就行，又是罗非。我操！你是不是只能钓罗非？昨天明明我在这里钓了4条马口，你直接看视频。奇怪，昨天晚上我在这连杆呢，就在这个位置。4条罗非都没中。对，是的。中！我好像是马口。马口！哇，马口巨蟒！我不能把它拉出水面，我先在水里溜溜它，没带抓网，很容易它一起来它就直接跳走了。哇，彩有点彩色，这应该是公的，但是还没完全发色。你为啥我就只能上罗非呢？来，我跟你换吧，瓜子亮片就剩下一个了。哦，那快给我。有一个断掉，我给你。你别在这跟我抢那啥了啊！你上别的钓吧。你能不能上一条马口？老公，你别说那些没用的，你去钓点罗非啊！你把罗非都钓走，省得跟我抢。我也想钓罗非，但命不该着，我就只钓马口。你说这气不气人？我可以给你沾点欧气，你就可以。你这太非洲了，你这个。又中，这次拉力啥拉力？哦，这次有可能是马口。有可能是马口。这次刺激还是很小。哦，马口！哇、哦，快拖过去！哎，来，这是你用大亮片中大罗非，你用小亮片挂在那边中小罗非。赶紧赶紧，烦死我！啊。我们得换点了，不认真了。钓一会儿，我挺喜欢这点。而且你老往一个地方扔，你应该善行的去搜索。不是我咋老往一个地方扔呢？我不是一直在换地方吗？啊，好的好的。那不是看你只剩罗非心疼你吗？那你为啥都是那种哎，你不行了。没有，我是崇拜。没有人能够把其他鱼过滤的这么干净的。又是马口，哇！好大一只！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。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刚才在那扔了好久。我没有一条罗非。我没有一条马口，我想哭哭。我突然对马口有点恨了。这么大只。罗非啊！我刚放下来，过来，不是为啥我能中马口呢？回来。不是，这个跟饵有啥关？换饵，不是你这个有啥可换的？这是饵的问题吗？我不管。那好吧，给你换。那要再上马口怎么办呀？
那我真不知道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咋办了，这是命。我不明白，就是你现在在我面前这样嘚瑟，对你有啥好处？你回家想就搓衣板吗？嗯，不错。现在对罗非有多恨，我就是加注在你的身上。行吗？听这世人说的话，咱们跑同一个地方，好吧？试一下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咱们挨一个挨个排除。中了，马考马考，真的是马考，真的是马考。哇马考！哇，哎呀妈！哇马考！等等等，六六六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咱们超网这个绝对不能急。666，赚钱六，来，好，先剩下来看命。我抓住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来给你看看看，你的马狗，哇，开心死了！难道我拿杆了？哎呀妈！是不是这个盒子超级大？我钓过最大的马，给你看看，哇，好多！开心！哇，终于我。我不是今天最大的一条，不行，我操，这个大，我慢点，不着急，哎呦，超网就好了，哎慢点，我操，比我的嘴大，我想要的芝麻，你来拍张好不好？远一点，好激动 ，OK， 拜拜，你们记得吗？上游有，那边钓鱼的人少，我说你们又要钓鱼了。接下来是不是得上点大大点的马口了？嗯，所以说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那边，看到没有，深水的地方，然后一个是那边浅滩有急流桥的那一边，咱们看往哪儿走？你定，粉丝们决定吧，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哦，神仙地方，看到电站没有？在抖音上刷到过的。走啊，你啥都怕呢，又怂，又爱玩户外运动，又爱滑雪，恐高还滑雪，怎么了？不会游泳还钓鱼。最近看见好多蛇，等等啊！你别吵，你别给蛇弄醒，人蛇都是晚上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做活动的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王一博，太讷了这个地方，哦，神仙地方，哇！看到电站没有？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他们。他们在那里钓特别大的马口。走吧，不行了，我这腿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我要飞了一会儿。走，啥策略啊，老大？那边先往那边走啊，因为那个就那个回弯的，要不就到我们上钓吧。啊。那钓完之后，我们再上这点，然后我们就走了，这个点就算完事儿了。OK， 好。好的，老大，给你换旋转亮片。你的那个最。这个绝壁上鱼，说实话，鱼猎人的这个旋转亮片做的是我用过旋转亮片里面最好的反光啊，质地啊。对，还是防锈钩。OK， 去钓吧，走。垃圾别乱扔。这个宣传片你可能有点挂，你得小心点。怎么可能是你觉得你的挂底功力受这个地形的限制吗？挂了吗？啊？绝了，我的，你这不能快点收吗？你也无福销售这么好用的亮片。我给你放瓜子亮片。啊，他是我本命。壁上鱼的神装。那去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本期瓜子亮片女神要上线了。啊？中了。老公。啊？我跟你说一下我的中鱼策略啊。啊。这个还是很重要的。哎呀妈！就是我发现这是个回弯，而且有阴凉嘛，然后就往这儿扔的，而且刚才你就站在旁边都有咬口。啊，可以。你是不是很聪明？中。中了。看。中了！哇，弯弓啊！罗非就是这种手感。是吗？是，可以，就手感挺漂亮的，很漂亮，这条虽然小，但是很漂亮。看他连缸，我也默默地换上了瓜子亮片。哇，重，大马口，哇，很大，哇，马口，赶快上岸，还是得换小钩啊，一换小钩就中鱼，不大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我一直建议新手买，就是买飞鹰钩、瓜子亮片？就是这两个钩虽然可能中不了特别大体型的鱼，但是其实拿来探这里的鱼情啊，基本算是溪流必备吧。中了！哇！这啥？哇，这么大条！哇！所以就说，你看，这是挂小瓜子亮片也能上挺大个体的鱼了。哦，不错不错。怎么样？这里不错吧？
这简直是仙境，你看这是个回弯，直接往流回。对，一般像这种大急流下来之后，这个回弯肯定是要掉的，因为鱼在溯溪之前会在这边稍作休息，然后它会往上游走，然后这个地方以及那边那个缓流区也是可以钓的。我们试一下，你可以往这边试一下，不要站，不要站太近，就站在这边往那边丢一下，把狗下去。看到了，中了，中了，拉拉拉拉拉拉提。哦，他没戏了，哇，这么大！哦，就往那个机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你钓最大的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大，这个应该有个15厘米了，大概14厘米左右吧，14厘米左右。就中，我刚放下来，拉拉收收线，这条也大，哇，我刚放下来又中一条。是不是这个分这波分析怎么样、啊？这里哇、哦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那边感觉被我们已经搜刮完了，就是流速比较急的。我们打算再往回走，水电站底下那里，那里可能会藏大鱼。你要往我这边走，你那边没前面没有岛。没有站的地方，你那边有急流，你要不要往我这边走？哇，重，好大，哇，非常大，哇，哇，超级大！只要你确定这边有大鱼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上这种飞旋亮片了，诱鱼效果贼好。哇，看有多大，哇，这个拉力爽死了，重了，而且是马口，马口吗？你看到了？嘿，这个个头虽然不大，但是也还不错。就是比罗非强，往那儿甩那种马口，像这种，搜边啊，然后这种树荫底下呀，都是特别好的标点，因为上面会钓虫子啊，钓浆果，包括这种草边啊，钓鱼不搜草等于白钓啊。我想吃手撕鸡。行，今天晚上带你吃，走吧。还想喝鸡蛋汤。行，晚上带你吃，带你去吃广州最好吃的炒米粉，还有手撕鸡。哎，准备走了，看看今天的战利品了。哇，还能加上我放走的两条罗非，哇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我操，一堆鱼盯着我看，好好看，拜拜，拜拜。